今天小撒在玩创意庭院的时候，顺便看到了心定行动同学之前的官方推荐，我决定玩上一把。在这一关呢，小撒遇到了哑炮，这个和龙舌兰特性有关，还有因为凤梨连刃攻击频率的问题导致了卡巨人失败。还有颠覆平时的认知，最后小撒以为留下渔夫僵尸他自己会挂的，结果单枪匹马之中渔夫僵尸他自己死活不挂。本关流程不长，小撒就说点关键地方吧。首先要躲章鱼和鹦鹉，玫瑰花剑客需要拿出软件，所以要先干掉淘金僵尸一次出发。二行先杀鸡，四行再杀鼬。本关的难度不高，但是要说几个点，一是本关的植物呢都是近战植物，进化后也是，所以面对僵尸的远距离攻击得小心翼翼躲避。鸡和鼬来得快，要趁各种空隙干掉僵尸，躲避章鱼还有导弹，移动矿车前放鹦鹉。第一个能量豆用来干掉第一行的僵尸，紧接着就用大招，同时点击下一波，利用剑气干掉渔夫僵尸。而且小撒还利用了龙舌兰特性，移动双大，顺便解决了四行的僵尸，这样来说就简单很多了。多多利用矿车解决这两个巨人不成问题，喜欢单枪匹马的同学也可以去试试。本关 ID 安卓10114497，也属于不错的精品了，虽然流程短，但一点也不敷衍的啦。